只僵尸拖着脚步到房子前。他对于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非常兴奋。不幸的是，他腐烂的手指似乎有自己的打算。当他伸手敲邻居的门时，他的中指突然滑落，掉在门廊上。正当这只僵尸打算弯腰捡起手指，继续他不死之旅时，一只天狗，一个东方传说中长着长鼻子的调皮生物，突然飞扑下来，用它的利爪夺走了这根不听话的手指。天狗的眼睛闪烁着淘气的光芒，并对着目瞪口呆的僵尸嘻嘻笑个不停。而送糖果的人们则疑惑不解，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万圣节。僵尸最终只好带着少了一根手指的手，继续在万圣节的节日里摇摇晃晃地前行，试着继续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。